轻点声音，关灯前啊。哎呀，好气啊！轻点声音，嘎嘣脆。这么好的白菜让猪拱了，再好好的白菜都让你拱了。哎，让你拱白菜，看猪。你把这个，哎呦，厉害！这猪皮肤好白呀，还有些残毛给它烧干净，毛烧干净再给它清洗一遍，洗得白白净净的。评论区都说这猪不吃素，其实种的菜都被这头猪给拱了。今天咱们吃脆皮烤猪，省着都带劲。把筋骨给它劈开，这也容易熟。腿子肉厚的地方给它改改刀。把猪皮烫一下，可以让它的皮更加紧致。腌好的十三香、加盐、白糖、辣子面，给它拌匀了。把馅料抹到猪身上，给二师兄做个舒服的 SPA。就这样，给它按摩一小时。把小猪固定到烤架上，猪皮表面刷上一层白醋。上面再铺上一层羊，猪上烤炉了。哎呦，宝宝，哎呀，上下通烤。师叔，我刚买了个新手机，这旧手机咋处理？放在家里还是闲着？干脆换棚得了。拿去换棚太亏了，我前两推荐你拿去找链接 APP 卖掉换墙，再想估价可方便了。这旧手机现在还能卖钱？你看，就是这个找链接 APP， 首页点高价卖手机。选择旧手机信号，马上就能拨出价格。你看这个华为手机还能卖个2000多呢。下单后送分一小时免费上门，门都不用出就把手机给卖了。而且之前过程有任何损坏，百倍赔偿。这旧手机还能卖2000多，良心啊！找链接 APP 是专业的大平台，我都在上面卖过好几台了，手机平板全都收，价格嘛就立马打款。7月11亏本补贴旧手机，多卖好几百，最高能卖10万块。那我也赶紧点左下角试试，把家里的旧手机都卖了，反正邮费也不用我出。好的。朋友们，我们的猪已经烤了一回了，把上面的碳取掉，把上面的盐取掉，表皮再上一层白醋，继续把火盖上。又烤了一回了，颜色淡金的很，听这声音，关灯前啊，烤猪上桌子喽，先改改刀。哎呀，好脆啊！听这声音，嘎嘣脆，把这猪大腿揪下来。好，啊，这真是外脆里嫩啊！这猪小肉也嫩得很啊，猪香香。哎呀，这不大腿炒肉。这是吃的最肉香，哎呀，特别好吃，嫩滑的很好。